你也不要再骗我了。我只问你三件事，你拿皇位其实如实回答。第一件事，你是不是为了收复陆家港口和船队，才对陆家下手的？安然，河运乃国之命脉，陆家船运，现如今就如同涓涓细流，润物无声。一达山洪之时。 朕不得不防。我问你是或不是？是。第二件事，允儿带队的前锋军之死，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？半岛一亡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允儿在军中，只是个意外罢了。意外？ 死一个普通将士，哪里比得上一个王爷的妻弟？只有允儿的死，才足以让先皇、让满朝文武分开一亡的所谓吧。要做就做绝，这是你告诉过我的。朕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第三件事，你从头到尾都知道允儿的死是萧金雀所为，对不对？ 当时朕根基未稳，萧应手握重兵，万事不能鲁莽。陆安然。 有没有爱过我？当然爱过。你更爱的是你的王位。